还是直接吃吗？有烤鸡的蛋哈，真的还肥死的。豆粕起步。我来昨天喊他们去，他们两个忙得不关心。豆粕起步，斌哥考科二的时候，豆粕起步挂了巧，我跟你说，大家一起了一天才去考的，真的，都忙得要死了。我们两个都是比较好的，都忙。现在我们到这个公园这边了，现在下去摘水果。不用，我们下去啊。多多拜拜，给二娘耍啊。先臭美耶，好美呀、脸都笑回去了。可以啊，对吗？累累啊，累累，肯定安逸，累。拿帽子吧。葡萄都在这啊。可以啊。好，要得。我都播出来了。看不见脖子了。哎，谢谢。还可以。你这，这个把这一棵树都压弯了。待会告你们啊！你的帽子可以穿吗？长姑娘又给他对嘛？哦，我的衣服没得帽子，只有包包。可惜了嘛，你那件羽绒服。这个大。把这个摘了。摘的差不多了，现在上去称称了。来，我们每人买了两大口袋，买好了，回去了。我把这个再刷好，要刷好哦。